这姊妹的 background 伊的思想的观念，落惊落七刀，落了伊落惊落七刀 abortion， 了无达到拍拖拍拖地主的，拍了无离分手拍拖了分手拍拖了，已经是无 record 了，真正真刀了，所以来找我。叫我兜下手伊，人介紹咯，兜下手即即查某，所以我甲伊講話 counseling， 我個問伊，我姊妹平常時都咪何必嘅哦？因為我自家聽歌，我聽歌真正好啊，啊姊妹都聽咩歌咧？我問伊，伊講啊，我聽伊歌，佮了伊講嘅名，分手快樂啦，傷心的人更傷心啦，啊即個了我靠無你靠你靠無我靠伊歌了啊！我知哦，那听歌无啥来，听咪歌是真要紧，因为歌是一个信仰的，歌是一个你一个宣告的，你伫听咧宣告讲，你分手快乐啦，你伤心更伤心啦，你未好势啦，你无足，你知哦，咱当人的 music 啊，无加了是 positive 的。加了当人的 music 真正难听的，除了新疆歌，新年来咯，啊恭喜恭喜啊，这个是讲 positive 嘛，春天加了是加了当人歌，拢真正难听的。都对上看卖，我看讲的对唔对？干那是，我真正是较听新疆歌，因为新疆歌真正 positive， 讲过新的希望了啦，苦尽甘来了，可以过啊，新的过来了，新的开始了，干那新疆歌是真正 positive 啊。所以，姐妹，所以我家姐妹，姐妹，你打下手，我将件将你厝的生意压压到来给我，我家都处理去，我给压断个了，压断个了，我将 CD 新主的敬拜主的歌改上换，我将中间个了新主的歌，我都让对听。这个姐妹，到今日已经新主。已经教因有两个囝拍手也收。music 真系要紧，我阁讲一个见证好听。如读圣经会改变咯，你生命改变咯，基督生命改变咯，但比我甲你讲啊，敬拜主是改变生命第一。第一节操的办法，那我卖误会我嘅对伊家己硬讲，对伊家己冇讲啊，啊卖叫牧师讲啊，基督无要紧啊，读圣经无要紧，我无咧讲啊。但我好知影 ，worship 敬拜主是一头改变你生命的。有只查甫，伊从来无去过教堂嘅，是因为人 invite 伊邀请伊来教堂，伊唔捌去过教堂，唔知教堂是到底安怎款嘅代志咧。但是伊去啊教堂，哇！一何样的敬拜唱歌，深深的感动到了。啊，自己一去了后，伊个接受耶稣，接受了耶稣，伊个对厝了，对厝了后，伊个都伊个 boyfriend， 啊，暂时伊家伊 boyfriend 同居，阿未搞完成困白白，住咧房间，住一间厝内边，所以就等于个家伊 boyfriend 讲 ，I'm leaving， 我未离开佬啦。伊大部朋友都扯到，咁算对人唔想便宜，都算要离开我。伊讲我信主了，所以我未离开我，我未搞白白，困我未搞白白，生我白白了。因为我信耶稣了，所以伊唔爱分到正无明白，都信主教我白白，冇咩关系嘛。你个解讲嘅听安怎？所以看到一个人信主后边。内面有读圣经了，内面有祈祷了，但是伊马上生命改变。伊古早无感觉，甲伊大部朋友困病病无代志，但是信主了后，祈祷完毕后，伊感觉伊个要离开伊外甥。所以外甥就讲，我嘛是要规世人找到真实的上帝。你讲个耶稣你好，你会使未使坐去教堂？所以外甥解讲，你使坐去教堂无？所以伊個即查某講 ，OK， 我坐你去教堂，嗱你記了，即查某從來冇去過教堂，所以也唔知，也唔知教堂是按什款嘢構造，也唔知。所以佢嘢外邊講，誒你拜，嗱是你去教堂，嗱是有啲阿你牧師啊，是大丁人講，啊嗱是每個都是頭先嚟，都驚信信幾信主，所以唔係佢即係想講，就是佢即係信主想翻嚟咯。所以外邊對誒你拜對去教堂，教堂就去教堂敬拜，就一半時準咯。
你的男朋友感觉佮伊无爽啊，袂喘气啊，真正艰苦啊，对咯。所以个感觉讲啊，无看到我袂离开，我袂打寒了，真正艰苦。所以看，啊咧生命吼，莫去捆绑个人啊，因无正自然来交谈个啊。所以来交谈一半样离开啊，是正常，因为魔鬼捆绑因做人样，袂来跟摆住。所以这 boyfriend 真正艰苦，想要佮伊 girlfriend 讲，啊无我成堆啦，无。所以因为我真正艰苦，伊变伊家伊 girlfriend 讲，我想我要成堆啊，结果伊 girlfriend 讲 shut up Satan。所以伊 boyfriend 讲嘛，可能唔要咁事啦，有魔鬼，我生个家姐魔鬼，所以我就袂乱交配。OK， 敬拜了，敬拜主了了。你大丁宝贝人，无个讲啊，阿妈是头手来啊，啊阿妈是个我欢迎你啦，免惊免惊。所以大家已经坐落来啊，一只听讲头手来，又撞出外口来了，撞出外口来一人，这宝贝人个就就请见到伊个爱众，啊 ，hello， 阿叔啊，因为我头手来啊，地叫欢迎你啊，我做打麻将咯。我是罪人，我爱信耶稣，我爱接受耶稣，所以这个宝贵人真醒目啊！一听伊讲安尼讲呢，伊个叫 musician 起来，个加唱一段歌，马上传伊心中。遐起码看到好多看表面点，那是你好好敬拜主，我无惊你未改变啥物。那是你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主的人 ，if you are a true worshipper， your life will be changed。虽然来未有读圣经，虽然来未有基督徒的教，但是你好好敬拜主，我跟你讲，你生命就能改变。阿门。所以我看到敬拜主是第一 direct 的第一直接看到生命改变的一个情形咧。我不想，我是我小教堂的小区教堂的小区小的区教堂，因为就因为敬拜主的生命改变的话，影响的话。阿咪想，你今日生命不改变，原因真简单，因为你过后怎，你被跪落来敬拜阿佛。那是你是一个真实的敬拜主的人，伊需要出过神宝，你会跪落来敬拜伊，从内看到，你生命改变。阿门，咱大家站起来，咱大家来做祈祷。